你们真够可以的啊！三个男人让一个女的先上，你还真打女人？行了行了，四个都打不过一个，真够丢人的。再来，住手！ 零零七，我看他们四个也确实不是你的对手。谢谢谢教员的抬爱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别一口一个谢教的，我也有代号，我叫蜘蛛蟹。蜘蛛蟹，不好吃，你怎么不叫大闸蟹呢？少废话，要不咱俩练练。我说过了，我不打女人。不过你可以挨女人打呀，要是你打赢了。 我就改名叫大闸蟹。你们四个下去。啊！这是命令。你准备好挨女人的打了吗？你真以为我怕你？那就见个真章。那你别放，黑龙。 坐，定。你还有什么要求？还是算了吧，你是教员，把你打太惨，不利于你今后的工作。哼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好，小点声，跟我玩阴的。 什么牲口有什么人质？没分出胜负吗？我看好那只猫。哎，感觉这个零零七啊，不是一般的角色。